是我们2018仲夏夜之梦的第三场啊。今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可能很多我们社区的民众以为我们活动要取消了。那在这里跟大家讲，我们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呢是风雨无阻。那今天我们带来表演的是谢明彦四重奏，让我们现在欢迎谢明彦老师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晚安。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演出，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地，有这个就是半户外，其实户外式的公园。那今天会带来的音乐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就是爵士的创作专辑，那里面的一些曲目。那因为在后来，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我都是很忙着，就是跟别的 project、别的乐团一起合作，所以其实蛮有一段时间没有演奏这些曲目，那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把这些曲子再带给大家。那第一首会带来的作品是这首曲子叫做《云端之上》，先听听看。
是我当时去欧洲留学了，回来台湾了之后写的，就是好像就是当时，因为当时在那边待了六年，时间蛮长的，然后一种有点像是游子归乡的这种心情。那好，第二首会带来的是这首曲，叫做 Oasis， 叫做绿洲。那个画面，那个感觉就很像是，你知道绿洲就是在沙漠里面，然后我们在，如果是旅人的话，旅行商队啊什么，在沙漠里面行走，然后你会很希望可以看到，就是像现在一样，这样有点热，但是沙漠是50度，所以应该是会更热，然后你就很想要找到一个很轻松凉快的地方休息，然后好像你看到了一个地方，哎，好像那边就是绿洲，哎，小城市到了，然后大家就赶快急着往那个地方走，然后可是走近了之后，发现哎，原来其实是一个幻觉。那这首歌有点是在描述这样子的感觉，听听看。
场景拉回到台湾，现在是夏天嘛，对不对？那夏天的时候，我这首歌我是在国外的时候写的，那时候就是会很想念，就是在台湾的一切这样子。那包括就是夏天，台湾的夏天，很多时候就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都会就是夏天放暑假都没有事嘛，在家里面，然后就可能就是躺在地上，可能躺在客厅的地上，因为很凉这样子，然后就躺着就做白日梦，那种 afternoon， 那是一个下过雨的午后。
Thank you.
那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想要献给我一个非常喜欢的爵士吉他手，叫做 Pat Metheny， 那他那种很帅气的那种风格。好，接下来带来一首比较舒缓的慢歌，那这首曲子叫做曼陀罗花 Moonflower。那大家知道曼陀罗花就是很大一朵，这样很像手掌这样，然后挂着高高的这样。那这个花它是怎么讲？就它的味道，它的香味是非常的清香，非常的优雅。可是就是整株花除了这个味道以外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毒的。所以就是不要被味道所欺骗。
Thank you.
高中国中高中的时候是念一个体制外的学校，在苗栗，叫做全人中学。那它是在苗栗的山上，然后那山就是我们是在一片杉木林里面，然后它有一部分是果园，一部分是杉木林。那因为住校在山上，所以住校，所以每天都会从宿舍区，然后走路到教室区上课，然后再回到宿舍区，可能吃饭啊干嘛，然后再回去教室区。所以路途中间就是会经过一片杉木林，然后那边有一条小路。那我最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曼陀罗花，就是开在那个小路的尽头，就是在边边这样，就是有好几朵，然后非常强烈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因为晚上山里面很安静，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声音，没有什么灯，然后你走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特别是大概春天的时候，就是春天夏天的时候，你就会闻到那个花的香味，非常的清香这样子。那很开心今天就是到了最后面的时间了，那非常谢谢大家都留在这边听我们的音乐。还要先介绍一下，就是今天台上辛苦的音乐家们，我们的钢琴手 keyboard 手曾正义，然后鼓手林伟忠，然后我们的 double bass 手鸭子，对，就是我们三位，我们四位都是在台湾还算是蛮活跃的爵士音乐家，那常常会在各式各样的音乐场合看到我们。所以如果大家对像这样子的爵士音乐，或是像你们今天听到的都是原创的爵士音乐，那可能对比较可能对大家来讲，一般对爵士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其实就是今天有是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，其实台湾也有像这样子的爵士音乐，然后这样子人在创作，这样子的音乐家在演出。那也非常感谢带来现在就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曲子《山林响尽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您也是从的。